眼睛的地方都会掉光。准备要回家了。Hello， 大家，我回来了。现在已经差不多6点左右的时间，然后来给大家 update 一下哦，我的底妆。那我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下底妆，而且我现在刚回来，好喘，因为我刚刚最把东西这样搬下来。脸颊的部分都 OK， 就是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脱妆问题，或是你看像我黑眼圈的地方，因为我今天是完全没有用遮瑕膏嘛，然后它其实也没有很大的脱妆，就不会让你突然觉得，黑眼圈好像跑出来的感觉，不会。这边的鼻翼跟这边可能会有一点点痕，那你们看看我的鼻子好了，鼻子的部分。我这边有太阳眼镜的印子，所以这两边我觉得比较容易脱妆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我戴了太阳眼镜，一直这样压着在这嘛。然后再来是这边，这个地方因为要长痘痘了，所以它红红都会一直盖不掉，然后会一直脱皮，所以我觉得也还行。主要是鼻子的边边这边有没有看到一点点的小脱妆，这里也是一点点。这两个颊不知道是我太干还是说什么，但这两边比较容易小脱妆，但是脸颊的部分几乎没有什么脱妆。黑眼圈这边就我今天早上这样压下来，脸颊部分没有太大的脱妆，就整体的妆容都还在。那我现在呢稍微用这个底妆来补一下妆给你们看，那我们就来正式的开始介绍一下这个底妆的特性啦，这个粉饼的这个特性。好，我现在呢已经很简单的把唇膏补上，然后粉饼也像刚刚在前面给大家看那样，已经稍微压过。那我现在来稍微跟大家分享这个很久完美弹力慕斯粉饼的心得。这个粉饼呢，就是跟一般的粉饼很像，它就不是气垫粉饼。刚刚前面有给大家看过，它的这个底妆的部分是有点像慕斯一样，但是不是那种很湿润的慕斯。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看到，就是你仔细看它，说它其实有点长得就像一般的粉饼。但是你可以从这个一些光线的不一样可以看到，它稍微是有点像是，有点像是润润的质地。然后现在弄在这个手上给你们看，你们看一下我现在手指上的这个，它是有一点点光泽，润润，它不是完全的粉饼的感觉，好难形容。那这个慕斯粉饼它有另外一个绰号叫做超时粉饼，因为就是说它的妆效是比较持久，然后比较不容易脱妆。好，那我们现在趁太阳下山前赶快稍微分享一下这个底妆的心得。那我们先从妆效来讲，首先呢它妆效是属于比较柔雾，比较雾面感觉，不是那种很亮很水亮的底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雾面的底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雾面的效果。这个粉饼你上妆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它的手势，我前面上妆的影片我特别跟大家说，它的上妆的手势呢一定是要按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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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妆，绝对不能用推的。因为我前面一两次上妆试用的时候是用推的时候，那个底妆我觉得很斑驳，就是真的不行用推的，是真的不行，不是说尽量不要，是真的不行。它在妆效来讲我觉得算是不错，因为它的遮瑕度 OK， 并不是说非常高啦，我自己觉得差不多落在80-85左右。像黑眼圈我不特别遮，痘疤我也不特别遮，或是鼻翼那些红红的我都是压，基本上80%左右的东西都可以稍微盖过去。当然如果你想要那种完全 spotless， 一点东西小小的疤都不要有的话，那建议你就必须要用额外的遮瑕膏。这个超时粉饼的妆效持久度呢，我是觉得比它的气垫粉饼好。但是刚刚大家有看到我在鼻翼就是特别边边那个缝缝的这两边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卡卡，有点脱皮的感觉，干干的鼻孔的那个鼻缝的边边，到下午像我刚刚是流过汗，就是又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的那个状态下，你会我觉得鼻孔的地方会稍微卡一点粉，不是鼻孔，鼻翼的这两边会稍微卡一点粉。但是在脸颊的部分我是觉得 OK 的，脸颊不会有太明显的脱妆，不会整个人气色都已经完全掉了，看起来就像妆
很严重，脱妆的很严重一样，不会，我觉得 OK。 我觉得很重要的有一点，你们前面影片中也都可以看到，就是我刚刚这样下午这样流汗这样搬东西下来，我的底妆没有明显的暗沉，就是你们刚刚有看到吗？我刚刚后来在韩国超市那样拍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哦，我底妆其实基本上都在，而且整体是亮亮的感觉，就不会觉得哦，看起来你知道已经暗沉起来，整个脸就暗，不会。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要注意的点是，因为毕竟它是粉饼，不是气垫粉饼，所以相较于气垫粉饼不是你这样拍拍拍，然后那个就是它的质地本身是比较湿润的，对吧？但是粉饼不是这样，所以我很强烈建议大家在上粉饼之前的那个保湿一定要做好。那我前面示范用的两个产品，一个就是YSL 的水凝露跟它的 CC 霜嘛。气垫粉饼就是它本身就是已经是那种水水的，说真的有时候我用气垫粉饼我偷懒，我都不上妆前的保养，太干了我就拍拍就出门。但是粉饼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我觉得粉饼真的是需要你前面保湿做好，让你的底是够润，然后再上粉饼才不会有干或是非常非常容易，你知道脸有一种很崩很干的感觉这样。好，那差不多是这样子。我现在看荧幕，我觉得我皮肤看起来很好哎、欸，就是补过妆了啦。它补妆之后也不会让底妆很斑驳，看起来气色很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超实粉饼的使用心得。然后大家如果对这个底妆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柜上找柜姐试用看看。好，那就先这样啦，我们下次见，拜拜。